5月30日，有自称是韩国电影界工作人员的网友透露，在拍摄现场得知了玄彬和孙艺珍将结婚的消息，还称玄彬为了专注筹备婚礼，特意空出了明年的行程。早前公开恋情时，就有演艺界相关人士说过，两人本打算在2020年下半年结婚，但推迟了，预计在满40岁的2021年，最晚也会在2022年年初结婚。今年1月1日，玄彬孙艺珍被拍到约会照，二人公开恋情，目前暂无确认消息，双方经纪公司未就此事回应。